现在我们邀请到淹大水的高雄。淹大水高雄。对，高雄市呢一天只有10份公文的量。我们为了促进高雄的文化发展，我们今天要来玩这款虎烂的桌游说书人。没有，我们今天只要开箱而已。来开箱。对，这是明天才要来玩。对，这是一款很基本入门的桌游。玩了这个之后呢，你一天玩10份桌游都不是问题。好，我们就赶快来开箱。好，我开得很心虚啊。你没有说一下你这款叫什么？啊，我先说。怎么大家知道你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说书人，他的英文这个要怎么发音？我不晓得，不要问我。对，我这个看感觉有点难发音。这是奥德赛，那个是12个人可以玩的 ，CP 值相当的高，也是很多人入门桌游推荐的第一款桌游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开箱了。为什么你都要看上面呢、啊？你都要看天花板，就是我就胡乱的时候，你知道视角总是会往上，不然你看一下电视。所以韩国语都平常都这样吗？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、啊。我都没有在打麻将的啊，哎，我不是1450，我们等一下都没有钱可以拿。好，继续。我们讲了1分半了，我们还没有开始。我们看到镜头就忍不住冷笑呗。这是他的说明书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研究。然后呢，这是应该是你来讲的吧？这是计分板，对吧？你好聪明哦！为什么这么多角色？啊、这个，那个才是计分板啊！啊，不知道是什么？每个人我不知道什么？每个人的角色卡是不是？哇！看到这个，你联想到谁的身高了？我想到我们以前大学同学，对，有一个人号称180，嗯，大概是6块这个板子，这一块有30公分啊，有这一块30，可实际上我们发现大概只有5块而已，5块而已啊，对，他现在结婚也要有小孩了，我们恭喜他，好，好希望他小孩有6块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们来计分用的标记物。接下来是最重要的卡牌组。我现在可以理解那些人对着荧幕冷笑到底是什么感觉。这个是一个麦桃对着恐龙脚印的一个探险家，他可能下一幕就要把它踩扁了。这是3个男人围在一起，他们想要做一些害羞的事情。这是一个人被3个气球吊着，他可能准备要北漂了。这是一个黑人，黑人在电影里面都有很重要的角色。你可以举例什么电影吗？不行啊，再讲下去会不太好。这是白狼，就是白狼。这是花木兰，花木兰人格分裂。花木兰最近是要拍那个真人版。对，你有兴趣吗？没有。狮子王拍真实版，我都没去看呢。阿凡笑真实版呢？我想去看呢。你想去看反校、你有看《寄生上流》吗？超好看的，《寄生少年》上流啦，我《寄生少年》那肖志伟一定不会想看，因为那是韩国片。那我也 pass。那超好看的。那上次有人跟我讲说，那韩国片那个什么东西也超好看。你说那个《与神同行》啊？那一部还好，那部我没有跟你推荐。那大家跟我讲说，那寡二款都寡二款啊。那一部还 OK 啦，但是《寄生上流》真的好看。你又知道了，你有看了？有啊，他前面超智障的，超耍起，可是后面整个会被他吓到。好，这是他的卡牌组，这里面呢就是有他各种的故事。这个呢是机械章鱼，在2022年要跟哥吉拉大战的，应该。你不用站起来，你那么高，是啊、你超过7块板子了，你坐着就好了。哇，好爽哦！这个是血海无涯。回头是岸，这是国家机器制造白纸一样的政策。
你觉得你要这样一枪讲吗？你那手上那么多一点，你要讲到什么时候、啊？好像讲不完哎、欸，这边超多了，反正就是这样了。对，哇，还有小白兔上月球哎、欸！你讲几个你觉得有意思的、欸？你觉得几个特别抓起的啊？这个很符合现在台湾政坛的样子，这里面有好几亿哦。哎、欸，没有给大家看那个长什么样子啊？你都这样直接就丢下去了。你知道这边不是有看到吗？哇，有些还蛮漂亮的。哎，这个超酷的。兔子穿军装，然后里面的人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吗？应该是哦。就是 SM， SM 啊、哦，对，哎、欸，这我看到，我觉得我也在还愿呢、欸，有可能哦，何老师等一下就来了，哎、欸，这个超奇的，他还打铁屁股哎、欸，那个是阿贵需要的吧？你我等一下录完，我再去打你。平常屁股太软，需要请那个铁匠打一副铁屁股。我等一下让铁屁股装在你的头上。哎、欸，它有些牌是一样的、欸，怎么可能有重复的？有啊，有重复的、啊。你看，三个基佬又出现了。三个基佬那个是在这边的啦。啊，真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它里面的东西都超莫名其妙的哦。黑白大融合，黑人加白人出来就变巧克力人。奥总。哦。嗯，这个是很严重的基因突变。就是白熊，那可能回忆一下他老婆做了什么事情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不爱帮的人玩，就是变成完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对啊，你看是不是要叫肖志伟要来参与他？对啊，哦，这个是肖志伟在算数学，他平常都是利用他工作之余在算数学。我们可以期待有下一步相对论的出现。哎、欸，又出现了黑人小孩。你干嘛特别那个主动在黑人啊？因为这个特别显著啊、欸。我们来看有没有最近的废古仔，这里面有没有适合杨秋兴的？当然那个蛮适合的啊。哪一个？有了随波逐流的废古仔，接下来不知道他要再重靠谁了。那、啊、你总统大选你要选谁？这个应该不适合放在这上面了。我绝对不会选那个只会讲干话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嗯、不管他跟谁同一队，是不是？对。虽然说我觉得他行为有时候跟我很像，上班都迟到，只会冷笑哎。那这样你还不选他，以后他就规定说上班迟到人。上班一定要迟到。对。对，而且前一天一定要喝酒。晚上一定要打麻将。对。而且呢，不管是卫生的还是不卫生的，都要打，都要打、哦。对，高雄成为麻将之都。那他当上总统哎、欸？当上总统之后，就全台湾都打麻将啊，这还用想吗？好了，开箱结束，明天再玩。好，我们谢谢台南潘怀忠，再给我们精彩的开箱。这个是一个从头到尾的冷笑话。一个小小的奥德赛可以开了将近12分钟，有那么久？